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99集啊。今天跟大家做这款布鲁可积木就正版授权的商品，这一套一样是9个人物一套。那这一次的玩具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它的以前这种肘部的关节，或者是这种膝盖部分的关节是要我们自己组装的，这一次直接是一体成型付给我们啊，这个省了我们一个组合的步骤，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脖子的部分，也是直接一体成型的一个关节，不用再另外插上一个透明部件了。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套组里头呢，体型零件来讲最阳春的千斤顶开始分享啊。首先，它的头吊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看得出来它的人物是谁，眼珠子是整个水蓝色的，是有特别做出分件的。手臂的平举的话呢，这个地方里头的部件跟外面的外装甲都有一个缺口啊，是这一次所有角色共同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缺口。估计如果还有下一弹的起源系列玩具的话呢，应该就会发售它得到变形齿轮之后的造型了。铁皮跟探长的话呢，两个人物属于铜模，除了头部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件呢，基本上都是铜模具的。它跟千斤顶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这个空了的这个齿轮的这个造型部分呢，还有外壳的装甲啊，是有分件的。铁皮的红色的话呢，不太像以前我们所知这个鲜红色哦，是有一点这种瓦红色的一个感觉。它的配置的话呢，也是一把大枪。而探长的绿色的话呢，就跟我们熟悉的那种绿色的话，不是那种，不是，不，并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种绿色啊。就它这个绿色呢，跟 G 馆里头的探长的绿色是感觉就比较接近的啊。包括它的一个帽子也是绿色的。那 Europark 的面雕呢，其实在我来看的话呢，都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像变形金刚里头的人脸。不过这两款的话呢，由于他们的头盔的关系，都对脸部的脸颊呢遮挡的部分呢是比较多，所以说看上去呢，我觉得会比其他人物的面雕还要来得更好看一些。再来就是 B127。这款模具的话呢，它跟其他几个人物不一样，是它的腿部这个黄色的，像一个大瓜牛啊，这里像伊藤润二那个瓜牛那种感觉啊。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多出来的零件，它的配件的话呢，就是一把大枪。而它的面雕来说呢，我只能说，做的是清秀好看，但是跟电影里头的这个话唠的 B127 呢，我只觉得好像这个气质上似乎是不太搭配啊。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Orion Pax， 它的胸口的话呢是有空出一个没有变形齿轮的造型的啊。那么它的话呢，两边的烟囱啊是跟其他模具不一样的。武器的话呢，则是一把大枪，跟其他的几个人物的大枪是完全同模。而它的脸部的话呢，我其实觉得这个脸跟动画里头的形象，我觉得其实相似度来讲并不是说很够。那么胸口的这一带是这个模具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最优秀的，就是它的涂装非常的精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颈部的里头的这一些一层一层，它主打的话呢，可能就是它身上这一些满满的细节涂装了。再来这个应该是 D16 啊，为什么说到是 D16？ 因为它的眼睛呢还是黄色，变成 Megatron 之后应该就会是血红色了啊。胸口的话呢，虽然有这个 Megatronus 的一个符号，但是这个应该是御天至尊帮它刻上去啊。然后现在它的一个手炮，它这个大手炮的话呢，跟另外一侧的这个小枪是属于这一款模具的专有的零件。那非常可惜的是，这一次的9个成员里头呢，目前还没有其他至高守卫的玩具可以跟它做一个组队。再来是这一次的配件量是属于前三名豪华的，这个是小兵杂兵，御天至尊的手下们，这个看上去非常有领袖之政里头的飞行杂兵的一个感觉啊。面部的话呢，就是整个是一个银色的大面罩，没有看到任何的表情。而它的配枪的话呢，也是属于特殊造型的一个配枪。手部的后面的话呢，这里还有两边各有一对的这个小枪。那么身上的一个造型来讲的话，还有背后的一个大翅膀，还有背后的一个大背包啊。所以说在这个九人的这个盲盒里头，如果你抽到这一款的话呢，你算是中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奖项了。来看到这个 Artemis Prime， 是的，他已经得到了领导母体 Artemis Prime。它的面部的话呢是口罩的一个造型，手部的话呢两边的烟囱变成了金色，然后身上的这个小臂、大腿、
髋部的部分呢都是有一个香槟银的配色。如果你是抽到隐藏款的话呢，应该是整个是电镀红吧，但是我个人是没有抽到的。而它有一个能量斧的一个额外的一个配件，当然它也是有配另外的拳头给我们来做一个来做一个搭载的。而它附带这个小枪跟刚刚飞行小兵的小枪呢是一样的啊，是比较特殊造型的小枪。最后我们来讲的就是御天至尊，这可能是这一次的这个九人包里头呢大家最希望能够抽到的玩具的前两名了啊。它的话呢有一个双头的这个大刀，还有背后多了一对的翅膀，还有它身上的这个蓝色啊跟金色来讲的话呢，质感看上去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面雕啊真的是做的是好看，而且它这个胸口的形态呢是有做出凸出来啊，非常非常非常饱满的一个造型。虽然是 Q 版啊，但是满满的这种帝王的架势呢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后面的这个金色的这个翅膀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球形关节啊，连接着身体跟后面的翅膀，稳定性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摆造型啊或者是拿出来把玩，这一款御天至尊的话呢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款玩具。好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套这个布鲁可积木所推出的起源系列的第一套周边。那如果说你看过这部电影，然后对于起源的玩具你有兴趣的话呢，你随便抽几只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个小纪念吧啊。在台湾的话，这个一盒大概是190块钱台币左右，你能够抽到一只。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